人工智能一直在日新月异的发展，我们忧不忧愁都无法阻止它向我们的生活走近。我觉得最无法取代的，恰恰是人的脑子的这一块的创意。所以，优秀的文学作品是不会被取代的。有可能对于低端的这些爽文网文进行替代，文艺作品跟机械化的运算是相反的，是一个创造力不断的延伸。其实对于过去的很多的事情的总结和提升，所以哪怕机器人已经打败了围棋国手，但是现在的围棋比赛一样是很多人去追看，因为人脑的千变万化，它是机器精密的带来的精神愉悦是无法相比的，它并不能取代真正的棋手，真正的打牌。或者是真正创作的乐趣。当你的工业高科技到一定的程度，科幻文学一定会随之去进行提升的。我们将来能够给科幻文学提供什么样的平台和出路，它就能够发展的多壮大。没有作家能够觉得自己绝对能够逃避魔改的命运。一个市场在变好的话呢，我们作品的最终的命运，它都会是越来越好的。我想写用心创作的作品，都会尊重原创者，尊重观众。整个市场的变好，也会让过去那种急就章的，或者草率的拼凑的，或者是不尊重原创的，遭受损失来自行被淘汰。